要煮大米，要是炖个肉。爸，今天家呢，主要酸菜一点不酸了，你吃没味儿。酸不？酸菜汤和肥肉啊，特别好吃。爸，你干嘛坐这位置？我坐你位置呢吧。坐一边，坐一边。爸，嗯，我吃完了。那你说这个，巧，你说巧上来，我把巧弄上来。